我是中新社记者张健，我现在呢是在武汉市的一家中国银行的网点。今天呢，我将带大家走进武汉的现钞金库，看一看现钞都有哪些消毒的环节。现阶段我们是把现金当成了一个疑似的一个病人一样，我们这里就是现金的一个诊断医院。他入库之后，我们首先对它的外观进行消毒，消毒完了之后，他们其实是要经历两次隔离期。摸一下外表还是热的。第二次隔离期是完成新分和这个新分中心的这个消毒环节之后，然后放到金库，要存放14天，就跟我们正常的人一样存放14天，就隔离14天。对，隔离，所以说它是两次隔离期。今天呢，我带大家了解了现钞在疫情防控期间消毒的全过程。没想到啊，这些现金跟人的隔离是一样的严格，越是特殊时期我们越不能放松。解剖学是结合免疫组化，结合这些病理分析能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如果我们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实际上是为后面的治疗服务。We had frank discussions about what it is he felt we needed. And I'm complete agreement with him. He needs better diagnostics so that he can identify who's sick and who's not. He needs treatments and he needs vaccines. He also need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我就感觉像我妈一样，就哪一个事老是说，就怕你这里穿防护服穿错了，那里走路从污染区出来的时候走错了。他的这个话多完全是一种叫化疗，哎，就是他就是一种治疗，他在就感觉有人陪着你，就有人盯着你，就有人护着你。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患者得这样一个传染病，隔离在病房里，你可能想着这个病房是一种比较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你会发现这些患者，不论是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患者，我总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每次看到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是这么一个确实是很危险的一样工作，也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反过来，你在病房里感受到这种患者的理解、支持，还有他反过来对你的关心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是困难了。
了。